分球，林奕辉切入，面对两个人的包夹防守，这球找到伊波卡摆进分数，哎哇！这波球权要给到进入接口工程师伊波卡，面对瑞德的防守，直接被顶开，找到了一个空隙摆进分数，哇！高国豪给到郭少杰，在篮下要到分数，最后还是要靠郭少杰做一个 playmaker。外围的尝试，郭少杰三分球局。同时啊，真的也只有一名球员呢，身高一百九十五公分啊，还是以外围打法为主的李佳瑞。在弧顶的出手这球没有，但是进攻篮板接到以后再补，这次就有了。地板球找到苏一星，对方马上过来，然后给远边，这球被高国豪抄掉。抢多打少，小黑飞身上篮打板得分，曾国玉。然后上前去抄，外围出手，这球空心球，三分球投进的是李佳瑞。带已经形成了一次空档的机会，飞身上篮的是郭少杰。李佳瑞再回到高国豪，担当掩护。高国豪分球，郭少杰空中的拉杆好球。高国豪，哇，禁区里面已经是空了，打板得分，打得非常的流畅。又是高国豪掌握住了，前场要来分球，分到郭少杰，假动作骗起来，打板得分。分球。切入，面对两个人的包夹防守，这球找到伊波卡摆进分数，哎哇！这波球权要给到接口工程师伊波卡，接到瑞德的防守，直接被顶开，找到了一个空隙摆进分数，哇！伊波卡切入以后，空中面对两个人的防守要到犯规，现在伊波卡有点自信心打开了。波卡的两次发球，发球非常的稳，两发中，这球篮板球没有掌握住，一回控制住以后，给到了吕其敏的外线出手三分球局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伤，35-24，但还是没有变。郑国玉背后来一个外围的出手三分球局。郑国玉的状况真的很好。高国豪罚球线区域的跳投频率啊，上半场除了孙思乔是拿到了8分之外，那另外苏一金只拿到2分，那另外就是温丽华自己只拿到3分而已。外围的尝试投射，这球有，肖顺义投进了一记三分球。肖顺义在外围，曾博玉切入以后再分回给肖顺义，一下进去切入再分，球的流动非常快速，最后还是找到曾博玉，骗起来以后代步的跳投，这球有，现在有一个快攻的机会，再回来给到郭少杰飞身上篮。郭少杰今天呢，大家可以数他今天应该是没有运到几次球，但已经得分超过双位数。高国豪要来快攻，针对两个防守球员还是将分数摆出，这就被李明一抄掉，背后找到了伊波卡，中的对抗摆进分数，双方只有5分的差距。高国豪外线的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局，高国豪回到郭少杰，在篮下要到分数，最后还是要靠郭少杰做一个 playmaker。外围的尝试，郭少杰三分球局。直接比赛剩下最后不到4分钟的时间，一下往禁区里面接这球，进算二哇！郭少杰今天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出色。进攻下了19分。郭少杰今天呢，大家可以数他今天应该是没有运到几次球，但已经得分超过双位数。防守加压，但是这一球空手投外假动作骗起来，再打满得分，靠的还是郭少杰。郭少杰今天第一节跟第四节表现，可以说真的这场比赛 MVP。这一球在篮下的跑位，李辉。
他的外围球员真的打法稍显比较单调。切入以后分球再找到高国豪，在空中的切入，白金分数。中场这场比赛就是由新竹接口工程师队以80-59击败了台中太阳，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